们去了吗？我是文杰，今天我去了买手机了。昨天对比了一圈以后，我觉得公猫这里那个华为 Nova 的手机 Nova 7比较合适，今天就直接过来买吧。走，进去。哪里？那个银色，这个是 Nova 7 Pro， 买的是7，跟这个有一点不一样。黑色，今天帮我寄个货来，今天。这个冬天好热啊，虽然开了空调，但是戴口罩捂着脸上一脸的汗。哎呀，天哪！先把外观剪了，因为怎么样？不一样噻。是一样的。它只要光线不一样，它就不一样。你放心，是一样的。你每个光线，它的折射不一样，它的颜色就不一样，是这个。我以为不一样了。它那个银子，再看是。它是银紫色的吧？我好久没到实体店买机器了。怎么网上买机器以后？网上价格确实正规网上会贵一点。网上贵一些是吧？为么事呢？网上不是应该都便宜些吗？因为网上怎么说呢？网上很多人他就觉得网上便宜，这就是一个惯性。但是其实实体店现在做完活动后，真的还便宜一些。真的就是惯性思维。对。这个是新机子拍摄的啊，同样是一手。现在我的脸好大呀，大头。只要把脂肪肝加上去的话，就会好一些。哦，这个手可以伸好长的。享受，看起来还蛮清楚啊。前面是3200万摄像头，这个是后置摄像头拍出来的效果，广角的效果。送你一个华为礼包。我这边做个对比，我手上拿的是9X，拍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的。这个是用华为 Nova 7拍的夜景，晚上光线不太充足的时候。还有我这边一边走路一边拍。你们看懂不懂？给你们一个参考。好呀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